一双一双握紧紧，要把每张票稳稳收下来。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晚上来到宠物商业同业工会，还找来大咖站台。很高兴刚刚听到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的宠物政见的发表，我看了，我听了哈。 大赞阿中的宠物政策很不错，只不过看准宠物商机的候选人可不只有陈时中而已。我最近会失业，只会长得真的好工作好吗？大家拜托大家了，谢谢。出席活动还不忘调侃自己无党籍候选人黄珊珊和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都是在陈时中离开之后约莫一个小时现身，两边都跟现场互动热络，只不过会谢谢今天现场包括各大政党等等党团很多的建议。哎呀，真的尴尬！台上蒋万安说了什么都被底下黄珊珊支持者的欢呼声给打断了。不过输人不输阵，至完此蒋万安也是逐桌握手合照寒暄，通通来者不拒。只能说这场选战进入倒数白热化，北市三位候选人短兵相接，零票都不少。华视新闻林志纯特别报道。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视的频道，而且记得哦，一定要帮我们分享、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